都这个，哪一个？小不溜丢那个。我知道穿的衣服很可爱的。那韩国店。真的，我等一下看一下。哟，真的耶，很可爱。哎，真的哟。2022年7月16号礼拜六，今天下午大概4点半，我们在白沙湾这边。今天海边上充满了人，真的是宇宙无敌多的人。因为之前疫情2年，海边都没有开放，今年等于第3年才终于可以大家到海边玩。所以哇，今天真的是超棒。然后我们住在就是直接就在它旁边的民宿6人房。然后我们刚刚3点之后已经有进房间，我们今天1点半到这边。那个民宿的主人非常棒，让我们进去可以先休息到3点再进房间，房间也非常舒适。然后现在是因为已经是4点半了，所以太阳没有这么剧烈，然后大家都在这边玩得很开心。这是我第一次到海边玩，第一次到这个海边玩浪跟沙，非常奇妙的经验，感谢上帝。然后朱咪从母亲节到现在等于2个月过来，第一次看到他，真的非常高兴，感谢上帝。